其实玩音乐的故事，爸爸是我们指导老师，然后他玩音乐也很厉害。他总是每天牵着狗走到这家咖啡厅，静静看着书，炫耀他的狗有多美丽。他总是和不同的人约在这家咖啡厅，大半的脸里诉说着他沧桑的过去。曾经受过的伤，在这